大家好，我是黄伟雄，来自新西兰的帆船 Yacht Club。今天很开心呢，跟大家介绍一下，California Yacht Club， 也就是加州游艇会。大家都知道，加州的经济实力是最强，世界最著名的十大公司没有四个是在加州。那么呢，世界富豪呢，前十名富豪没有四个是在加州。那加州呢，除了科技啊、文化发达之外呢，还有它的帆船游艇。今天我们所在这个地方呢，就叫做加州游艇会，有100年历史。